当叛逆弟弟逃课和我打游戏时。琪琪，赶紧开，赶紧开！啊，你哪来的手机？你上学的时候手机不是被没收了吗？你怎么还能上线玩游戏呢？我同学的手机啊，他现在不用，我就借过来玩儿乎。快点开，等会我同学他要手机了。别玩了，赶紧学习去。哼，你不带我玩，我自己去玩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开了。钱多多，你看那是啥？标记了一处空投。空投，走走。你怎么把 AWM 给拿了？留下来给姐姐玩。我不，快给我！你拿着不是浪费吗？丽丽就不给。谁叫你手速这么慢了？快一点了！你平时拿的不都是给我打的吗？这次不行，我感觉我今天的武魂已经觉醒了，我要大杀特杀！哎，算了，给你打吧，来炫一个。啥炫一个？哎呀，就是干一杯，真老土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还喝上酒了，来嘛，干杯！不是，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有点奇怪呀？哎，你们班主任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？啊，完了！喂，多多班主任，你好，你是钱多多的家长对吧？姐姐，你就说我今天回家了，我现在在家里面。啊，你的意思是你现在没在学校？拜托了，姐姐。你这次又逃课了，我跟你说，其他的我什么都可以惯着你，唯独这个不行。哼！啊，对，我是多多的姐姐，怎么了，老师？事情是这样的，钱多多今天一下午没有来上课，我听其他同学说，他们出去喝酒了。钱多多，你居然敢逃课去喝酒，你真的是无法无天了。我没有，你就说我感冒了，现在在家里面，求你了，姐姐。喂，听得到吗，多多他姐姐？啊，我听得到，听得到。他真是疯了，上次他逃课我怕他真挨揍，就没告诉他妈，这次他居然逃课去喝酒，我必须告诉我姨妈，给他一点颜色看看，让他长记性。要不这次就别跟他家长说了吧，教育小孩不一定要用打的，好好跟他聊聊，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那个，你问一下他在哪儿，小孩子喝多了别出什么事儿，你们记得把他给接回去。行行行，那我问一下他在哪儿。好的，那再见。嗯，老师再见。钱多多，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？你知道小孩子喝酒有多危险吗？我问你在哪儿呢，我要去接你回来。让你帮我隐瞒一下你都不帮，是想让我回去让我挨打吗？我要是帮你，你觉得我还配做你姐吗？